没想到你能活下来，或许你有天运相护。如何，同老夫联手炼制无上的丹药，踏上通往仙界之路？我绝不会让你肆意妄为。铜镜，来帮为师一把，压制住那头龙。难以坚持太久。看来你不打算服从老夫，那么就成为邓仙的祭品吧。真正的天到如此境地，虽然还远称不上是无上的丹药，但也无可奈何。阴天下大难而生的丹药上了。